来缓和。我拢查着啊。啊。要来一个没？伊讲恁会知影要来遮缓和啦。哦。哈。要管这个。伊就讲，我惊阮的子孙啦，惊阮的子孙唔做中毒。对啊。我为了家孙出来了，来讲台语。是啦，不是啊，你要跟他解释清楚，不然他讲讲不出来。是啦，我，请问你几岁哦？八十二啦。八十二哦。哈哈哈！那你妈咪来缓和哦。哎呀。哦，真搞呢。噶是想跟你讲，你阿爸招呀？哦，应该你招，跟你啊，真搞真搞。我讲有六千几啊来。哦，知影好来，因为我无读册，袂晓，我干呐惊我惊死啊，中中年那这三位可以讲一下，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来吗？你怎么想到要来？对，要来，因为看到日本的舞蹈的吼，哈尼啊，危险，我买惊啊。哦，那你是是看到电视啊？你知那怎样给俺的爱来？看螺丝的，看螺丝的，看螺丝的解释很清楚。对啊，哦，螺丝的伊嘛是足够人解释的很清楚。所以阮就无听出来你说你啦。哦，安尼。甲这位，你会使甲我讲，你感觉安怎解释得真清楚？你甲我讲一下。解释这个缓和。嘿，你讲什么人讲个真清楚？俄罗斯的，立法委员，俄罗斯的。哦，你是台湾记者嘛？啊？台湾记者吗？是啊，我是台湾。啊，那俄罗斯的你一定知道的。嘿。他解释得很清楚，并且他那个照片也很清楚。像那个苏联那个啊，我们看起来都很害怕，看到蓝姨更害怕，那些桶子啊里面都那么多的垃圾，好怕人哦，吓死人。那你是自己来的还是跟什么团体来的？都没有，我们四个。你是？我们四个都是在公园聊天的人。是啊，你们是个运动，然后就到底来啊呢？哦，真好，真搞，啊，多谢你，好，谢谢。